Hello Hello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呢，不是开箱，也不是拼贴，是我昨天给大家立的 flag。我已经把福袋全部准备好了，八个。就有几个还没有包装好，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还做好了笔记。首先第一个，我给大家这里双十一预热准备的第一个福袋就是这个。这是一个基础福袋，就是店铺里一直都有的。一个是9.9块，一个29.9块，还有一个49.9块的，这个是比较中间价位29.9的。基本上东西买过的同学嘞都应该知道，反正大同小异。就首先这一包就不拆开来看了吧。这一包是大概是有35张贴纸，就这种贴纸，然后还有5到6张我自制的素材，就用印章盖的这种，然后还有2个循环的干垃圾，就这个。以前本来是用梨形纸贴的，但是因为一张梨形纸的价格大概在2毛钱左右吧，然后本来这个干垃圾也没有什么成本，然后贴1个循环2个循环差不多就要用一张梨形纸，就价格很高，所以基本上我店铺的干垃圾跟那个隐形豆，反正这种比较便宜的现在都是用这种分装板了。然后这是一袋，然后这一袋的话是50张便签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反正也不打开看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支记号笔，这颜色是随机的，然后里面有一块分装板，大概有1、2、3、4，大概有5到6个分装的循环，然后还放了一些胶带试吃，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，感觉好像有6、7种吧。还有3张这种大贴纸，本来是2张的，其实它那个标准我一般都会随机都多放一点。然后就是素材纸，放了4张这种不同颜色的雪梨纸。打印素材就有7张、8张的样子。然后这就是第一个福袋，还没有包好，再放一张游戏券放这里。第一个福袋就是这样的，就放旁边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是它了。这个是我这段时间研究的一个新品，就是一个宣纸福袋。之前我昨天也 PO 了那个图，就那种特大一卷，就基本上大概有多少种。我这里有一份没有包好的，这一份是已经包好的，大概是15张纸的样子。不仅仅是宣纸，因为宣纸现在成本也比较高嘛，我买的那种反正好像一卷大概要1-2百块钱，蛮贵的。然后这个呢叫做特种纸福袋，有15种纸，它分大小2种嘛。这次活动抽呢是抽的那种小的，大的呢就是每种纸有2张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因为这纸它都是不太好裁剪的，家里也没有这种大型的裁剪切割刀什么的，所以大部分是自己手工切割的，可能就会存在这种边不齐啊，或者有缺陷就什么的。它尺寸的话是标准尺寸是34×22，但是因为有些纸大小不一嘛，所以尺寸稍微有一些出入。首先这个呢是皱纹纸，可以做那种手工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咖啡色。然后这个是加厚的皱纹纸，一个咖啡色，还有一个绿色，是2种都是加厚的，我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纯白的，那这种手工材的话就是会有，因为它这种纸都是有一点点纤维的，所以会有一点，我尽量会把边稍微磨平一下再翻。这个是西河马纸，它这个比较薄，属于比较薄的那种宣纸，然后它里面这种纤维是这样的，它很薄，可以看到了，透过光可以看得到我的手。然后它里面这种也是在这种屑屑组的。
然后这个的话是白色撒金宣纸，就宣纸上面，这应该是普通宣纸上面撒了这种金箔，比较金箔吧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仿古，叫什么？仿古色的，就两种颜色，这个也是对比一下，这是白的，这是那种仿古色的，稍微有一点点淡的，比这西河马纸稍微浅很多，其实就这三种颜色。然后这个的话是麻宣，仿古色的麻宣，这和对着光其实比较明显，它也是这种麻麻料，还有一种素白色的麻宣，就这个，它这个素白色的麻宣里面的纤维是其实是比较杂的，你看有这种金箔呀，然后还有这种黑色的纤维，那叫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加的是什么。这个白色麻宣我觉得特别好看。这种盖印章的话应该效果都蛮好的，但是因为这一期主要是介绍这几个福袋嘛，所以就没有时间盖印章在上面了，后期会出这种类似的自制素材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去看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最普通的一个手工宣纸，这个不是那种机械宣纸，手工宣纸你可以看得到它有那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痕迹，这种织痕，对着光看就特别明显，这不是跟普通的白纸一样的，然后撕出来纤维也比较好看，这有一张废的程度，就是它跟这种撕出来这种毛边都特别好看，看到吗？就这种毛边，把它就一定要用手撕，用剪刀剪是看不出来这种效果的，就一定要用手撕，这样看是绝对看不，就用剪刀是绝对看不出效果来的。为什么我的这个指甲一个在抖啊？然后这两个的话是叫什么？这种应该是做那种手工的一种纸吧，一个白色，一个米黄色，这米黄色好像不太明显，看得出来吗？这种用在手账上也蛮好看的，可以做打底，也可以铺完之后再把它剪上盖上去。我最后两张的话，不是最后两张，这个云龙，这是花草云龙，就拿出来就会有一股这种花草发了酵，不对，就有一股反正就是花草拿出来的味道，就你们可以看到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花哈，对焦对焦，看这种都是这种真的叶子叶片，然后就是结构，这个就是清水云龙，我最开始买的话就是第一个买的就是这个，超爱清水云龙，但是没有找到那个超更薄的一款的，这个也很薄，这个也非常的薄，透光性也很好。然后这个其实这样看看得到吗？这张纸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这种手工宣纸一样的，但是感觉它还蛮有小心机的，就你从不同光面看上去它是带这种闪的，撒了银，看到吧？用相机看不太出来，但是拿到手里特别明显，就这种布灵布灵的感觉超好看的。这就是这个宣纸福袋的15种纸，暂时这纸类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，等后期没有了的话会再补一点别的纸上来。这是第二个，来看第三个福袋。第三个福袋的话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素材包，就是把搜罗了一下我现有的一些车票，然后组成了一个素材包，这个是已经包好了的。大概是有30张的样子，有8张这种票据比较大的，做复古的朋友们肯定会很实用，而且上面的英文啊做打底什么的都很好看。然后就是这种短的车票，就基本上每款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两张是也是票据类的吧，
就这种车票。然后就是复古长车票，这个也是多少？然后这些就是复古长车票，它两正反两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看你们想用哪一边都可以。本来我是打算放两张的，结果撕完之后忘记了，等后面再追加这种大一点的吧，就先上这种比较有一张的，种类比较多一点的。然后有一张是自己盖的这种票据素材，超好看。这是第一二三，这第三个福袋，这桌子好小啊，就感觉已经摆不下了。然后还准下一个福袋，第四个福袋，这个呢是一个叫什么新手福袋，就专门是给刚入坑的小伙伴准备的，虽然不知道抽到的这个小伙伴是不是刚入坑的，但是有谁能说自己是手账坑的大佬呢，对吧。这个的话东西就没有那种基础的多，因为里面放了一本手账本。首先是这五卷初学线，做这种基础打底用的，然后里面放了一支普通的中性笔，然后还有大概五支彩铅，都不是一个色系的，不能说一个色系吧，反正就是一套笔。然后一如既往的这一包是一包贴纸，贴纸大概是30多张吧。然后这一版的话是两个循环的干垃圾，这个的话就是30张便签，还有4张这种大贴纸，都是比较基础的英文的边框，还有这种卡底。然后还有一张蕾丝餐垫。这个福袋重头呢就是这本手账本，这本手账本的话是我之前在实体店买的，是没有书衣的，这个是单的一个内心本，但其实它没有书衣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是纯白本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可以从第一页就开始写，或者自己做个目录什么的。然后中间的话是有这种土黄色，这种颜色的内页，反正就是只有这种两种内页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哈，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空白本的，我觉得无拘无束，想怎么写怎么写。下一个福袋，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基础素材包，但是跟之前的不一样，这个的话因为有一本2020年的这个小日历，基本上算限量的吧，基本上因为日历没有好多本，基本上日历出完的话这个手账福袋也就没了，就只有那种原来基础的了。先来看一下吧。首先一个的话就是这个2020年的日历，可以去我店铺看，这个日历是蛮实用的，366天，就是很小的，这个好像是什么正历，这个色系很好看，我记得我囤了有6-7本吧。然后就是三版分装版，主要的话也是基础款，一版呢是这种复古打底的，还有一个是这种纯色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杂的吧，一个小物，然后有个人，然后3款不同颜色的文字，还有一些花还有辣条什么的，就比较实用，挑了3款比较经常要用到的作为福袋里面的分装。然后这个是也是贴纸包，30张贴纸包跟2个循环的干垃圾，蕾丝餐垫，然后一张大贴纸，这个也是30张便签，两张这种，两寸雪梨纸，六张这种打印素材，就是这个2020年限定基础包，限定基础包的东西。还有最后两个，其实这里是没有8个的，
嗯，因为我宣纸跟宣纸是做了两个的，本来票据也是做两个的，但是我发现好像超标了，所以复古票据就只出一个福袋吧。如果我到时候转的人比较多的话，再看把剩下那一份也发掉。这一个福袋的话是一个打印素材的福袋，就比较基础的一个 A5 款，有三十张吧，好像。就这已经是包好了的样子，我都不会拆开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 A4 版的 ，A4 版的这个好像是也是20张还是30张忘记了，反正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到时候等下晚一点，我会把这些图抛出来，然后具体抽奖的形式什么的就都会发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转发那条置顶微博就可以了。这个我自己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拼贴，就跟这张颜色差不多大一下。好啦，就全部都在这里啦，希望这8个福袋抽到的小可爱会喜欢哦。好的，拜拜。